想要一个生命在肚子里面 成长，小小的心愿，但是经营红顶艺人到现在，也从来没有欠过红顶艺人的所有员工一毛钱。陈松勇，我拿不到，我摸一下。这个小孩哦，很好，很乖，他点不起，很乖哦，很老实啊，很老实。那很老实，怎么会双喜临门呢？可能是被飞哥逼的啦，哈，谢谢谢谢。